小小讲梅，年年都开心，观众朋友大家恁好，欢迎收看明后电视台福州话节目《讲梅》。今人啊，那个又请咱个嘉宾，就是大家恁老朋友小林呐。观众朋友，各位好。这个是新的朋友啊，林哥。嗯，观众朋友，大家恁好。小林呐啊，我有些内容，我板上贴看一下，板上写这些，苦来从读一下，好水。不要奇怪，跟恁对讲苦累，谁来苦累？跟我好累，推怎样苦累呀？因为讲苦累，那些穷苦在中，就讲苦累。但是伊就是有用过的，伊就讲人家勤力地方啊，甲动力之生啊，几乎换了都是湿地。湿地的话，伊就山一啦，就往伊苦步。换了地方苦步山啦，啊，兄弟就讲，哎呀。看到苦人一丢啊，看到地方苦了，这边苦了，强友都讲苦了，搞一下就那个乌鸦给你写个鸟哦，哎，都写好水，好的样子个，将来好就那个不矮不多啊，就好好水，哎，这个是中华文言，哦，是中华文言啊，我那是乌鸦鸟哦，将来就这种外国来个过来的就是啊，然后这边个外冲，三一个，一号一桌。其实写是写一撮，真系一撮，我讲一撮个左右，啊个西右，个圆右，圆右个蛋右，个左是你好的啊，你讲。哎，那一个一撮，一个就叫做一撮，看我，古咩事情阿伯就是一撮，但是公不公平，一撮是唔使拗我，就比如我问佢咩啊，其实我是凶佢，依家同你讲问佢，问佢，所以总讲大概是唔使拗我过嚟。要过来就苦步去，变成苦来哈。对，别过来别冲，过来呀！我一记的咁咯，那个向后什么苦队冲，苦队也来用光。一苦队我觉得苦队开过的，一再的队个，现在都后娘登梅，登梅了那个人就讲后娘苦，哎呀苦队苦队，但是讲后我就下来苦队冲，加上过来那里用光冇地方发达，后来就是边间老公。大家基本就讲苦队也嚟，我兴先。你个苦队不是啊，苦队。苦队。苦队，苦队，何里样？你个不安，你个。所以讲，我那老面去送地气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计生啊，苦队带路过什么中老年路的是呢？真嘞。现在是个中老聪聪明带路路就是山东的。我看人就讲，恁个人谈讲什么一租啊、租屋啊、什么院屋啊。为什么山东的一来叫做东屋哩？伊这边我们有冇？是中华，苦头乡这边遮成啊，伊就有东屋。东屋伊面前我生来个咯，你一下能盖在东屋边挺好个。两个人去个啦。挺好个，佢就伊就冇来东屋。伊估计伊学中啦。哦，是中老。其实中老就讲为证明吼，佮我那二学之家，佮我从两学时候又进修，看够多看够中老。中老就为了不是老，伊就为了学中老人。中老人其实伊很早不清楚所谓葫芦，所谓跟所谓的看我，有人讲是葫芦人。但实际上伊只名是寒龙人。真系咯。但因为伊证明寒龙人，我二二之间我就变清啊，都我冲咧就讲清咩啊，就寒龙龙人。你清半年咧，我半年龙人平。就因为佢只为佮龙人，佮葫芦人比较接近。但古代一定讲，我哋就按听古所谓讲葫芦人就系，听个古代讲吕洞宾群地里怪那嘢，靠胡人讲起，结果咧实咧讲，后头讲少其又讲我，苏卡就打动胡人啊，破过苏卡加姑娘，故讲肯定胡人个人有所谓新鲜开，古代一加同加同姑娘个人一路一开是新鲜破过嚟，就算地里怪你是种就系个葫芦啊，咩计又硬硬完了，新鲜就系你。哦，葫芦人，葫芦人，哦，是嘛？是，我如果要对人，人家听到恁多说，就讲个。哦，从那从个甘露南，就讲北边往个南边，地理位置也要么个，就讲苦来从从中一套，甘咩哩也好嘞，从中那哩。中那就是明清，应该是有人啊，这个明朝是要开始，要叶相国吧，是有产人，因为我当仔路啊，伊当个家乡。但特别是伊退休之后就讲过路，伊是调福州，调福州来建筑呢，不靠钱咯，靠钱过来管老，你讲那伊胡老人家咯，迄个白话人，迄个在那山咯，蛮好个，真的，伊就建议
就讲生的孙悟，而且管好改药，改点那个呢，就讲改药苦了一个。哦，有苦了一个。哎，苦了一个，伊拉就讲甲中那后将的低温呢，又找了位就讲哎破了多啦。多啦。但孙悟就讲又对命恩啊，又讲师傅三个点师傅就讲亏啊几命恩。嗯。时间都中老老，孙悟。哎，一家做了孙悟是呢，就是第三下会低温嘛。嗯。哎，就是讲中那。哎，估计你只用那个低温去好了中那。我那是中华文，这算的起来也好中老。据书记啊呀，伊只中老冲的嘞，古嘞有时都好罗纳姆。罗纳姆。哎，普啊古嘞就讲管老啊，伊讲生理生理写说普，写所谓普叫学卡地方。嗯。或者伊用短打公共赛，啊所谓地方就改接个呀。嗯。用罗纳姆的，伊是冰来接，来接上来嘛就讲硬，哎，轻落来就是顺利。哎，伊个故事啊，讲南龙呢，龙我，龙我就讲就加两字。嗯。哎，这里等于上我从南头接你，中华就又中华几下。哦。还健康啊？哎。啊，我是用盐料解，所谓中老先是中华个。啊啊。因为古来苦来平嘛，就是叫所谓冲，咩比现在搬嘞，来就别冲。哎。那么湖南啊，不冲你啊，什么搬进下？中老先所谓麻辣，我前年讲麻辣，我有听过。嗯。以前麻辣可比稍微正咯。真係嘅，誒，所以短多年，佢將佢可以燒嚟，可以先你間嘅食電鈴，好大，誒，所以慢慢冇啲喎，過往你間嘅豬類可以做，嗬，真係，咁我仲話嘅叫你，我擔心仲話咁價值，而且你路多咪發達，多路靠豬路嘅，豬路佢咁浸啦，都過嚟就係衝啲嚟，然後夾頭頭嚟，但感情好浸啦，有先我過嚟大改名。哎，好啊，未變咁樣，先做好啲嘢都歪嚟，嗬，真係啊，要想你用你靠咪啦。比如女性嘞，那家苦了女送菜会，第七眼人家是嘞，就是干啥嘞？就是干啥嘛？哎，但是我就因为讲管老又社会讲，讲开开始我带你一啦，就讲今年好位。欢迎。哎，因为伊主要就讲冷沙哇，冷沙你就讲哎，就带你变沙。今年就好。哎，但是讲做恁个屁话噶，伊讲过来社会就讲各种白话，南明的有三年的讲带呀，特别多啊，讲会带米家。背起就讲背后撇话空，但过后就讲中央，过后嘴蛋，就供货啊嘴蛋撇话，哎，一做一落，命一下哎开始哎就比较经济也比较发达，特别像家庭讲经营方面啊，过来城里做嘞哎那种，有是资金需要，都靠靠苦劳靠运输，就讲办个东南金融，东南边米来啥？金融业，哎，今年也真发达，哎，规个以前讲在苦劳，就讲发展啊，也是企业佬啊，就讲做。哦。我之前听讲，做那厂房的，过来，哎，在罗兰啊，古潮的好，做美容嘞。真嘞。哎，做美容，我听说人家给恁，伊来讲，给恁修理，最好的修很地道，变新鲜，都一变新鲜好了，一早进来好啦。都做那那个人，古在欧王做美容的，就讲改都去抽咯。都过来以后，咪发达时候就，人家那边大家话咧，工厂大家容易的时候啊，伊就将整理话台都我都可住，住咧都佢阿嚟开个工厂住，希望可能这个容易一办就少堆咯，就空空。这是较好啦。哎。那阿公啊，罗南木讲嘅也向过再度打上关系啊，跟我们就讲欢乐的啊，命运互相，故而永远袂开，心有罗南记啊，就讲。古来乡历史文化带往西双个亲啊，从往西药要一拉传说过来，是恁那女士西药呢，跟那观众朋友在那奉献说啦，咩从往传说过来中医。阿来哩，其实闽安传说有没？古来讲啊，就讲诶，乱浪的红我，博文文，红我无那去朝到落去干乱浪啊，一博文文哦，克咧博文文哦咧，古来这里好温个，就温奶我哦，牙齿里掉牙那冻大鱼食啊，一生给你温土，温土春芽开咧，春奶开咧，又讲春芽的老啊，老啊现在就讲讲就讲红温就讲掉，伊可能根本比较宽。矿的时候水路就慢个，慢个就吐着，一定个嘞，一停电，停电个嘞就讲水那盘个就往那带运来嘛。我估讲可能好了运个，但一下就慢慢嘞，变老聪明走个，但就平常冲个就学运运冲。但搞么的一下就讲转了就谈一个现在讲啦，
前面用得到之后，就用就变了性命，就进啊，就顺利啊，顺安了，就靠近修行。特别是作案时候啊，你机遇到先啦，容易就发生啊。哎，伊都靠近个修行啊，先啦，就讲向下就压啦，个温温状的地方啊，一冲了呢，就起到一多啦。多啦就是讲是独龙山嘛。一讲到多啦，咱独龙江岛个咧，靠对面个靠中南。中南要睇多啦嘛。对对对。一岛个就向下就比，跟我靠修行分别。一来靠弯腰个地方就靠近修行，但就向下门里门望啊。但就讲多少讲有说你就讲。前面用通门，可能啊，我们的临时就动工，怎么着先了呢？伊就用女装的多啦，都盖好起来顶，哎，弄就个人牙小卡，哎，女装的用都盖在了桥，哎，那就按这样的他，哎，能用那个来顶松人家，比如你哎没叶嘛，过来你顶起了那冬雨了咩？哎，没顶呢，哎，多雨了些。哎，一旦冬天，哎呀，忙着啊，客气。气温前头就讲，哎，另外种就没别没啥。过过年之后，孙女婆也种，孙女婆也老难，可能难给人吹啊，温温。哎呦，一转到地方面貌真搞变啊，怎么变呢？一样个到那边啊，有谁最苦？破苦，另外讲破苦嘛。好。结果哎，吹啊，给人就讲破苦，亲像红红他。就孙女亲像红红他，给人的某某。哎，跟吹，哎呀，就是说哄我嘛，一该该听我声音，哎，养啊声，过来养啊，好了，哄我，哄我，哎，去哄心咯，将头头时间都哄我，但这个一下顺利了，就准转到冲，那个好生了，哄我，哄我，哎，一天怎么变？是你讲你这个哄我，但我个哄我出声也多的，我大哄我就哄我。要所谓听个计嚟，基本都下圈都是差唔多。一时情况仲叫孤零零嘅，一时靠湖南湖南人嘅人就湖南嘅人扛嘅，红军就对兴，青龙所谓红嘅运嚟，而且大所谓军恶过来佢试试到。你听讲就咩用通慢，可能是我哋冲得过来就话，佢话见酸落呀，佢听过嚟就话头一慢，系就主动咁样话知道冇？哎，以前咩用通慢，我都坐落去慢下佢两脚，佢都要顶，再嚟潮。他超载到一单楼咧，一地红的泡沫，一时红的红光。正我估到所谓马拉就是说破的啊，直接用红的吹，吹的丢落根，因为马拉是惊吹的啊，希望那是红光那是吹。但估到吹，那去男人年纪硬啊，给人容易饿的啊，吹就一样羽毛。这红光是哦，可能稍微冲的低兴，红光难看的啊，雾难看的啊，气色总在那红，包落根那是吹。但你睇到咪困苦呢？是成个你靠古你估，哎呀，你一顶嘢啊，辛苦你叫，因为古仔那边冇，我今日睇住你那个红鱼，但到红鱼这里，你往外看嘅是啥啦？红鱼走啊，你看讲你佢破壳，是即算是啊，过来送到顶这里，乌了这里，多余嘅你所谓破壳，真系破壳啊！破壳就要给人看嘅，从前咯，要用红鸡鸡。哦，系嘛？这种老些的追些的多些鸡的，哎，个鸡，现在我都讲了，个鸡是不温热咯。但把从那个嘞，最容易发达，从那种讲，不弄了，成了松了，就定的嘞。包括把弄了，就定的嘞。过来我就那样的。咁那种讲，哎，生产水，东西一个人单追谁弄？两个少追，二少追咯，去进来做。但为了去水龙啊，多那几年、三零年左右生。同破到顶嘅，變成興藝的水龍，咁重會會。其實在整個健康呢個，事實係真大的破壞，係真可嚟。通運上嘅情況，都通會情況嚟講話。普通嘅平房啊，那天朝都嚟大情況，那個本地青牛誒雙肩真係一大美好嘅安源。真係真係。我們那個一個地方是非常好。以前聽講是個王恩，我估那下時間人生出名之下啦。尊重啊，温润介绍风润，我那是个生熬风润，只熬人生。真嘞，真嘞，真嘞，真嘞。人生一百二百年就出生啊，就高兴啊就百几年嘞。温润起码就是一两万年。所以今年怕我啦，我地里不白呀啦。风润讲，我那第二队伍啊，我那是风润部队，小祖先啊，跟我那士兵啊，丢机应战弄王。古来科技啊，稀有登峰。
真来。现在是有所以一个那个药店面的，进来跟天中啊，写家用高哩，写的那个一二三四绿二三四，一来写用暖心的绿中啊这样呢。真来，其实我是一个写个祖亲嘛。七八年之前应该是说错了，但就写家用是那里，伊就讲啊，是家种清末，就民国初期口罩和特区。我写家种祖先啊是要宋末，就要结功武兴，清后这个胡适，就古代那个胡适就是那个胡九亮，跟胡适，胡适呢伊种家族了有福，就记载了，就讲三年金末胡军。他就能一斤就比较痛，一旦用不刮包的，哎呀，用抓了就乱烂的地方，这个是稀罕，这个伊就讲你世界那就讲拒绝发展的地方，但就至于互相抢咬，然后这个现在抢咬，这个乱烂，就讲设备嘛，加上呢就逐渐就加上安居，安居之后呢，这个伊发展也正卡，伊如果伊旦就讲谈结婚生也讲了，伊动手教育，以后就讲过动手嘛，动手讲就讲人家就讲收入啊，就讲要出来就讲就好了，别金工，就一些别金就讲就讲金木工帮个，一旦家做了就葫芦烤就讲，伊就是葫芦人啊，就烤烤的地方就讲丢色，就那伢那个都讲嘛，出丢色唔落去。像住到咩啦，就唔落去，伊撞到地方真好，佮撞到就稳定居住完啦。是你啦，我过来佮过来退休时候啊，也曾经听过从福冈西藏的工体过者，是教养是人，伊过来真正看佮老，靠美国看离我多哩，靠来多哩啦，多家乡啊，佮我各个家境啊，就讲了好生，教我培养之难，人家国家的认真啊，在军力方面，最好在国家做到真来贡献。我从伊都。西欧的错，听讲可能做了湖南西欧的，可能个猎山哦，可能来，伊古肉也挺大的嘛。古肉，听古肉比较大，比较滚咯。偏爱只古肉骨架的么？现在古肉骨架的，骨架的，伊古来有办树叶的了，是啦。真来，古来像俺那个伊这里，古来说来呀，有这样个一下就办树叶的，办了几下错了。古肉讲伊啊，后来就退居南京啦。哦，是恁啊，我做老天公啊。西欧后山内满目，怎啊世界也卡紧，怎啊过来？讲就讲世界原先咱顺住画家变高一级过来，你怎啊接过来？欧么家大呀？几位的平安多说，应该就欧尼个人怎啊大爷嘛？因为怎啊老多说带人要真正要家家，怎啊反正你这多说给可能潘龙人。真来我给来奉献呐！这些多说过来跟人家情谊呀，因流动很过。用山内妈母设计啊，会发展。古用人家四十几年都有山内妈母都住到往盖下还是。你现在是有古都的盖下呀？现在应该在哪些咯？现在青旅包括福州那现在都有情况是。也独立嘞，你就注意这个预约以后嘛。你现在发展了，你看呢？都说讲啊，伊设计用顺路，反正就也来路的嘛。然后一地工用压力。因为那普通讲家徒四壁，因为当家那个三奶妈妈做练木匠，木匠做练，但伊就那说，哎呀，个阿拉平下就见了好几嘞，个女多嘞，个蛇对老女蛇鬼，对老女蛇鬼那多咯，早办哩，蛇他就讲点来好工，个工那女多老兵个话，少人帮补少人，说哎呀，见那三奶妈妈了。伊在讲落古街，我就来设置。我今日本来拖大时间啊，你古街我就来去设置。先有个咩啦？哪年我今日开门拖置，就教伊在讲错咧，门去拖置。你只见今日听到喺外，然后我实在系冇嘢，但总按用念坐埋外口作工啊，听见听到招兴，你老老兵我注意到咗，我今日神灵妈妈佢要学钳钳啊，背部真系，冇条钳咧，但冇嘢冇嘢就攞一件就嚟，就按顶架去放伊啊。顶面放嘅阵，对你去讲哦，真系真难。真系啦，伊拉就讲对你去讲，但佢讲下你又冇用，我讲你冇用系咧。但系伊哋讲佢吹顶咧，即系佢拍拍工嗰啲，佢连啲工嚟要花啲人，你住得嚟，但系要要佢杂票，要佢杂票，佢先就说：哎呀，佢阿妈用佢俾奶奶计下，
到咧住啦，佮某做啲某熬。但系个阿母佮被改啊，阿母被改啊，被亲友见着你时候咧，冇受领啊，总就讲乌为就讲苏为讲你妈去碰到，都哪多嘢，多嘢伊心情好就多嘢，对那叫你哦，就菜都翻白个。嗯，感谢乌爷。哎，他。他和亲友就不见哦，不落呀。总管连早归愁，哎，咩人哪系个？那所人用天天去做啦，得那去挖青啦，去粗做。哎，我办你那去太好啦，哎，两个挖，就得那挖了，我哎呦，盘盘挖了，就盘盘眼看到，哎呀，看你吹了，哎呦，对，得难经的咧，都哇哈，发财，一之下就开始开经发财，发财之后，然后就讲。但就买醋啊，买青啊，起油买青啊，做呢类啊，哎就佢做呢嘢啊。但古老店就都培养健农和退休，退休又做官啊，过来呢，伊拉雇一个医师啊出来就办事啊咧，都系讲退休比较短时，但可能之后就讲经过少就讲退休气候比较浓，哎，伊拉就讲咧退休啊，二十啊，伊仲话住大就讲就比较加一下扩居你谈工啦。故居也是是，都好说那些巨婴啊，哎呀，等我那些进来啊，我开始发展嘅。搞世界样子就多，就世界样嗰啲也出名啊。因为就做啦，那古时候，人家那推管理就搞好久个推，哎，伊那一下那成绩也真多啊。故用推主又坚。看来就讲，清朝政府处理了故居，故咧像讲世界样所弄嘅也也嚟做光嘅。后来就看见就往到清晚清政府看到进步吧，啊一看大会一摇光输光哦，进入看落海个金属，系咪？昨天我做根本真停进啊，停我全家帮嘅啊，帮福州金泰路啲咯，靠山里靠山里，山里金泰路一带靠居住，靠山里我两个就捐我靠福州去退居，社交院前两个我相当聪明，伊学退居天后，啊伊讲识经啊，一点都唔爱讲。靠佢摸也摸唔得，我那有在度比一问，后来就坚持退住，后来靠美容礼物，好多呢也培养自然就话，就话苦原来。我看退住好难啊，还是要退住就话坚，还是加多好天多努力。来，那个做那啦，退住洗漱啊，干哪个那个都麻咩计，是呢？我讲退住多年冬主公啊，是呢？伊从考试退休之下就讲小学毕业，伊教英语呢小学毕业下成绩有，有可能就讲进入武松就讲成绩好，佮清华毕业啊，就可能学北兵，北兵然后就讲伊就清华牛咪预备学校个头，中央来叫，退了以后咁我就讲成绩毕业个就上美国佮退大学，伊就二三年啊，伊就上啊美国。靠出靠留屋，留屋五年时间，留屋五年时间，伊成绩一落呀。伊五年时间带到四位学武，哎，比如个后手，那么四手，那么就五年四位学武，人哋呀。听讲欢乐时候，正如美国国家为难哪位呀？按尊敬去品尝，还会哪美国的为美国更好？但是世界上是哪？伊这个啊，真心相当可贵。现在看这位，我美国尊敬兵将，建国都回国，都来报效了咱国家。伊讲你百年下，世界人是哪好心贵国，甘母校清华大学更天爷，当然教育更好。伊到三块年，好好聘任一位土木工人爷教你哇，建筑的念婚立碑会。伊到三三年毕业，就人家这个国家文化，不把。用誒嘴巴包過，包過誒應一下方面對我噶，對我永記好錄音啊！就今日送出一來，不但就烏家可貴，誒資源低就又出幾能啊！就講世界用先難啊！誒一種更加努力的會啲啲能啊國家就講誒最旺最勢誒做出一下貢獻。用五零年代開始啊，就講啊世界用先難就講誒一進手就講。人家國家就咁注意就話地理研究，就講人家又培養就話咁樣呢，但係要加清華就叫就講實驗嚟，就做啲實驗嚟，搞完就話高專嘅就話理學啊，就話材料就話實驗嚟，都係就後面嚟研究，包括個人家就話山西水庫
去煮锅炉，哎，就先软米呀，哎，按煮，哎，就是我一人研究写个一来面弄弄，但可能啊，一下就设计就讲煮口啊，就提高素质，提高你脑一个，哎，贵讲伊一路批就讲好煮啊，是大人啊，国家就做到段落贡献嘛。世界人是拿火为清化，培养段落的最内根天国的人才。第二，我国最内地理跟我中汉的人，毕生奉献的国家，七八岁岁啊，超过退休年龄六十年了，伊并且是退役不休，故今天大后生啊，做考验，对这个编辑那个祖国的三难最白。以淡泊名利为应千户，以各种平台跟我应家美女亲手亲化，虽然以重点跟我爱戴。哪一款款的念生活啊？亲化大有故为石家园教你找十八位生理啊！我说啊，后那个有中央县的时间，那个叫我，真来真来，那个对待那个好事的。